真侪人爱去海边啊佚佗，不过着民众指控垦丁沙埔的遮日线，互当地业者霸占，想要用家己栽的遮日线，还阁互业者要求爱刷走。因那垦管处是表示会加强稽查，不过嘛讲部分沙埔本来就是甲业者合作，因会当立款礼金来租遮日线互人用，另外嘛保留互民众家己扎线来用的区域。现在肯定南湾沙埔客满酸水的人，不少人家己准备加一个线，所以游客指控不少当地业者的线会被要求刷走，有人指控业者的线规工插在沙埔影响景观。当年派出官沙埔看到垦管处有好处的，哪些地方是他们业者哈在经营的地方使用？那哪些地方是游客？使用的地方要求业者不能排除一般游客进来。麻烦您让客人一查。垦管处表示，沙埔的线问题会加强处理，也强调国家公园内底沙埔大部分甲当地业者合作，部分区域提供业者出租，业者是交权利金或者是负责沙埔维护。不过一定有固定区域和游客使用。准鹏照虽然无用同款模式，不过业者自主管理沙埔环境，也强调不要求游客免家己扎。肯定这个天气谁受得了？是是是，只要只要排的整齐漂亮，其实都 OK 了。今天阳伞插在这边，你故意要插在我前面，让我没办法做生意，这个就不对了。那你只要不影响做生意，你插都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没关系。大家虽然有管理者，但是没关系，大家一起共用都可以。警方表示，为二三到二八，逐天九点到十一点，拢派人甲垦管处人员去白沙、南番小番甲、准鹏洲等沙埔检查。目前发现违规，拢用沟通管道为主，也未开单告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